这几个月开始有听说，听说不晓得有哎、欸，因为好像最近都有那个听广播开车，广播都有在讲，就是红灯还是右转的机车就比较危险，那种不礼让行人的车啊，汽车会抢黄灯啊，或者是有摩托车就是右转什么的，就要多注意啦。我觉得一个月不长也不短，可以试试看，就看会不会改善。我就觉得可以再久一点。很好啊，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执行就是宣导跟执行，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台南市的路边临停的现象太严重，我觉得那个非常危险。是，对对对，尤其我们台南市的路太窄了。我是希望至少啦，让就是开车或者骑车的民众就是有点知道说，哎、欸，还是要遵守那灯号啦，不然免得人家都说南部人的红绿灯都是参考用的。对对对对，保障行人的安全。掌握市政三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三分钟，我是林怡婷。你在过斑马线时，有曾被为礼让行人的汽机车所差点碰撞的危险经验吗？各位汽机车驾驶人，快看过来！从今天开始，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全国路口安全大执法。如果驾驶人为礼让行人、红灯右转等等，将被严格取缔罚锾哦。为灌输民众路口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交通局配合交通部，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交通大执法，宣导路口停让及驾驶人应遵守路口慢看停等步骤，来保护他人及自身安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警察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翁志宏。九月一号开始会有为期一个月的全国性路口大执法。那以台南市为例，那我们那有60%以上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路口。我们都希望，当我们行经路口的时候，能够很安全的通过。在九一大执法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车辆有没有礼让行人，那第二个车辆当然不能闯红灯，那也不能红灯右转，那第三个，那我们行人也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要遵守号志，要走行穿线。那路口因为车来车往，交通非常的繁忙哦，那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路口违停，那影响到整个行车的顺畅，或者是行路的安全，哦，那我们也会并案来举发。那唯有大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们才能够行得更安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高伟高和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第三届第五次临时会最后一天的议程当中，教育局临时送一件中央补助的公共幼儿园游戏场改善计划，3200万的垫付款。虽然中央有一定的核定标准，不过有多位议员建议补助要看状况，唔通大家游戏场拢买同款的设备。为改善公立幼儿园的相关设施和设备，教育部每年都会平均补助50,000,000的经费，其中在全市国小和幼儿园的游乐场，因为去年委托检验，在全部173间受检，合格只有11间，无合格率超过90%以上，因此教育部今年将补助3264万，作为公共幼儿园的游戏场的改善。不过，其中因为按照班级的人数的比例有无同的补助金额，对此议员无分哪里，呼吁补助绝对袂用的按比例，一定要因地制宜。招生数60人是60万，那以上是90万，所以它相差都是在30万的集聚啦。是。就是讲一差，迄个差60个囡仔的时阵，也集聚只有相差30。有一些比较老旧，或许它是60人以下，但是它需要改善的经费可能会相对增加，所以你分配的这么的一个标准化，让我很质疑说，
未来这样的一个油气，有的根本不需要，为了消耗预算，一定要用到我们的补助金额。有一些有需要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经费，结果改善的就做了一半。三年来，你们就去做个检总体检的时候，竟然到今年有九成以上是不合格的呢。所以在我们希望说，你今天动用在这个预算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要达标了100%，因为尤其对小朋友来讲，安全呐、啊，安全最重要。对此，教育局长陈新辉回应，因为补助的办法，教育部有核定的标准，目前的规模补助是按照教育部所定。因为这一个规模补助的额度是部里面定的标准，所以它是以这样的标准而给。我知道，那下到你们的执行嘛，你们执行是让学校自己去因地制宜，还是一致性的？除了有议员反对以班级的人数为比例，甚至要求经费要持续编列，并且维护，同时也建议采工的时绝对不能以罐头式的游乐器材，应该融入社区公园，让游乐设施更加来打进主人。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为期十天的台南市花林市花上午闭幕，期间参加进来的客家动物保护园区到底是要设唔设？虽然专人报告时阵要求市府要加强甲民众沟通，不过闭幕时阵也是引起多位议员的关心。最后市长表示，一定会搁再甲地方沟通。若是乡亲游玩无法度接受，就卖予流浪动物进驻，改做其他空间使用。客家动保教育园区到底要设唔设？经过议会临时会专案报告，虽然最后是建议市府要加强甲当地居民来沟通，并且进行多地点的评估，不过伫咧上午的闭幕式，也是引起一位议员的关心。其中有议员建议，既然中央要补助经费，该建设就先来起。至于未来是毋是要作为流浪动物的收容，则阁甲居民来沟通。对此，市长也回应，会持续沟通。如果乡亲反对，就调向其他的空间来使用。我看你们的案是前置作业，第一是算计算好，啊，摕经费来做要做规划。这个对学者的乡亲，尤其在地的，已经被学者的掩埋场已经安尼折磨了一段时间，也买找场地，按敢有共回馈？按到来补助，连道路嘛不共修呢。所以吼、哦，这个人家会反弹，有他的原因。咱就唔是干那要做这个动保园区嘛，佮有包括边啊周边有做只公园，何干遮呢？啊，所以我即马我是咧讲安那，市长，你若唔归去，你着公园这个部分先做做诶。啊，包括一挂迄个硬件设施，你先做，狗啊万只。决定讲要抓来放下遐，无要放下遐。因为你钱都已经有套，啊，不过你去，啊，万只讲狗啊，先要甲抓去遐。因为地方的意见，你嘛是爱加减啊去听，去了解看嘛。我、这点你，啊，你看会使做个袂？就是讲地方有需要建设啦，大多数的发言拢无反对去动迄、那个动保园区啦。啊，但是就是讲地点话有讲嘛有意见，话是讲啊，你阁无甲地方讲个好哦。所以若遵照你安尼讲法吼，咱先起起来，啊，我会当做承诺啦，讲地方也反对，吼、哦，地方也反对，吼、哦，啊，恁迄个建筑不得卖做迄个收容啦，吼、哦，就是讲搞好卖入去，啊，恁当做办公厅啦。除了动保园区的议题，另外伫个市政满意度方面。根据天下杂志的调查，市长黄伟哲的市政满意度高达85%。议员王家珍除了表示肯定，另外嘛呼吁市长市政是全面性的。对着进前的国府当中，到底何去何从？市长嘛回应，年底进前会来彰显。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美国猪肉、牛肉每年扩大进口来台，台南市提早做准备，推动国产猪肉甲牛肉标志政策。安平区公所积极为辖区内知名的周氏虾卷来加入认证标准，希望会当让消费者安心用餐。美国的猪肉甲牛肉每年将要扩大进口来台湾，市府为了让市民安心，特别抢先推出了国产猪肉甲牛肉的认证标准。
并鼓励业者来加入。其中安平区知名的周氏虾卷，就伫区公所的门下之下，由着负责人签署同意书，正式加入认证标章的行列。安平区长赖新竹也呼吁业者会使踊跃来加入。现在大家都在有一些在地的店家都一直在问说，国产猪这个标章要来张贴。那我们安平到目前为止来申请的店家只有8家，那希望透过今天我们周氏虾卷，它是我们安平在地最具名的一个小吃，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那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标章的一个张贴，可以提醒我们在地的所有的店家赶快来我们区公所来申请，因为你有贴了这个标志，大家就知道我们都是用国产猪的。周氏虾卷的业者表示，因一天所使用的猪肉量高达500公斤，所以选择优质的肉品是非常重要的，期待透过加入认证标章，让消费者安心。每天都使用非常多的一个猪肉 的那个产品，所以我们宣示我们绝对是用我们的那个国产猪，因为一天要用掉500公斤的一个量，所以我们一定是当那个领头羊，安平地区的领头羊。市府强调会针对有打标章的业者进行无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使用的肉品无符合规定，就会撤销商标的使用权，并追究业者的责任。但新闻国务委采访报道。大来国中的亚当队，这几年来在教练陈涵彤的带领之下，有很好的表现。不过因为需要负担选手的日常生活开销，对教练和学校造成很大的负担。现主席在议员洪玉峰牵线之下，每合米厂的业者和南厂武营店赞助360公斤的白米，给亚当队，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大来国中的举重队这几年在教练陈涵彤的带领之下，表现非常的好。其中真多选手都是来自弱势家庭，举重是因翻转人生的机会。但是因为队伍需要负担选手的食衣住行，对着教练和学校都是真大的负担。就有美甲的业者因为听到大来国中举重队的故事，特别透过市员洪玉峰的牵线，捐赠了360公斤的白米给因。希望减轻经费的负担。大内国中的举重队他们在全国的比赛成绩都很好。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教练那个之前的杨教练跟现在的陈教练夫妻他们对这19个孩子全心全力的来栽培，包括他们的食衣住行，还有他们的学会，还有他们的训练，所以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一个团体。那前年那个杨教练过世之后，那陈教练个人就担起了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所以我把这个故事跟我们吴董分享哈。吴董哈，伊本身是咧做美甲的这个工作，所以阮吴董的吼，因为那做爱心的，伊今仔日就讲阮捐这个米吼，要给遐囡仔。当然遐有一部分的是阮迄个母婴店呐，即马都好迄个普渡吼，母婴店遐有那捐米，我这回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善举，希望说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因为即马囡仔长咧发育啊，所以拢较。较贤食、较贤大吼，对教练来讲吼，压力会较大。咱希望讲，这19个囡仔吼，会当因为迄落大家迄落这种关心嘞吼，互伊伫因这个成长的过程内底，会当减轻教练的负担。当然，我当然嘛希望透过这个抛砖引玉的做法，让社会各界吼，大家共同来关心这些孩子。我们也要特别谢谢吴董，他说除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疫情之外，将来伊甲阮迄落杨里长代表来接受的那个当地的杨里长讲吼，现在倒等于甲阮陈教练转达，孩子以后每个月需要的那个米量呢要多少的话，我们吴董可以长期供应啦，所以特别谢谢他啊，谢谢谢谢。除了这届捐赠的白米以外，也再来向学校承诺，只要接续落来有需要，每个月都会使提供白米给举重队。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吸引更多的善心团体来帮助因。但新闻国不易采访不得。谢坤姐，马上转来新闻现场。红红花，手头杯。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三公用频道。
经过台南市交通采购中心统计，今年一月到七月，整十大交通违规的总件数大约有650,000，其中违规停车、超速、甲弄红灯，就占了65%。市府交通局呼吁民众行车也是唔通违规。市府交通局表示，交通违规的处罚只是一种的手段，主要的目的也是要维护交通的秩序。市府交通采决中心透过各种的宣导，以今年一月到七月，整十大违规的总件数大约有650,000，其中违规停车、超速、甲冲红灯，就占了65%。一般的民众容易违规的，包括超越停止线、红灯正越，拢算是冲红灯的部分。台南市的道安汇报里面也多次的提示哈，我们要对加强用路人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特别是常见的交通违规的案件的部分，那所以我们也特别在把我们台南市有关于今年度一到七月份的一个交通违规的一个举报案件里面，特别去把它重新做一个排列组合，那挑选出十大违规的太阳，那这十大违规太阳里面也属于总共我们的所有违规太阳里面，有65万件里面是属于十大违规的太阳，那占所有我们违规的一个比例的话，大概有近百分之七十八了，那所以可见的，我们这一般违规驾驶人的一个常见违规太阳里面，其实是占一个很大一个违规的行为哈，那也反映的是我们这次交通大执法里面提到的闯红灯的部分呢，它占了我们这个也在我们违规太阳里面的一个占排行是第三哈，那也显示说我们这次交通大执法里面有关于违规闯红灯的部分，不仅是常见的违规的驾驶行为，那也是我们交通事故里面一个主要的噪音之一哈。那尤其是在这次的交通大执法里面哦，我发现闯红灯其实它是占所有的违规太的件数里面是占绝大多数，更反映呼应了我们这次大执法在我们这次台南市的大执法的重要性。配合九月份交通大执法，冲红灯、甲不礼让行人、违规停车等，拢是执法的重点。另外，为了防止酒醉来开车，酒精锁的新制度伫个今年3月1日也开始执行。只要驾驶人若因为酒驾被吊销驾照，必须要自费完成酒驾防治的教育，或者是酒瘾的治疗，才会用重新考照。而且考过以后，一冬内嘛，敢会用使用酒精锁的车辆。违法者将处6,000到12,000元的罚款。台南新闻连线张硕维采访报道。今年端午是台湾县会计师工会创会70周年，因为了回馈社会，9月20日特别举办主神音乐会来做公益，邀请民众捐发票，就当免费来听音乐。同时，若专程听完，搁送一只泰迪熊。一来到记者会现场，特别摆满大大细细泰迪熊所吸引。虽然泰迪熊不是主角，不过民众照捐发票来欣赏音乐会地档小赏。台湾县会计师工会今年创会70周年，为了回馈社会，再次邀请朱中庆等乐团9月20日来台南演出，同时推广身心障碍平等参与的核心价值。在希望让大家感受美妙音乐同时，也将所有募款发票捐予身心障碍团体来做公益。忙忙碌碌的过程，然后可以休闲，然后举办音乐会，然后可以推广那个统一发票，然后休闲兼做公益，一举两得啦，然后因为我们非常在意的这些弱势团体，我们希望他能好跟我们一样，我们把这些所有收集的发票可以让他们有机会中大奖，可以改善他们，让他们有一点像一般我们这样子的生活的人可以过得比较温馨那个的生活。会中市长也代表接受公益发票，并且回送感谢状和会计师工会，希望每年因会当继续举办，也得到工会真阿萨里的答应。除了让许多市民朋友们能够共同参与之外，也能够让这样子的透过这样的活动，更让社福团体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那我希望是有机会也可以让一些社福团体的代表也能来共襄盛举，能够借着领赏音乐演出啊、艺文演出，能够一方面让丰富他们的生活，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这个心里更平静。那同样的市府也非常感谢台湾省会计师公会，非常感谢国税局的支持跟协助，我们将来一定会这个全力来配合。该主持音乐会九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半，在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民众只要到国税局，或者是财税局的台南分局来捐赠纸本发票二十张，或者是捐分段的发票十张，得当兑换一张门票。到时听完专程，会搁再送高村市价1350元的泰迪熊一只。台南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传统心律不整、电小手术，拢是靠电工透视心脏，帮助医师将刀管放伫个正确个位置。毋过做一届手术，大约会有5000至6000个显卡电工检查个放射量，对患者甲医生拢有相当个影响。现主席有一种无辐射透视不整脉烧灼手术，不只会当解决患者个心律不整，阁会当避免游离辐射影响。台南市立病院心脏内科林俊远医师表示，游离辐射的影响有分随机性和决定性的效应。虽然随机性的效应和特定的辐射曝晒值并无正相关，不过累积的量会增加风险。过去传统的心律不整电烧术，拢是采 X 光来透视心脏，现在有一种无辐射的透视不整烧灼术，医师唔免阁穿真厚的铅衣。透过电脑重组的 3D 影像的协助，就会用来进行烧灼。手术的时间跟传统并无明显的差别。这个机器只是提供影像，只是提供影像。那可是我们事实上在做决定、在做烧灼的时候，我们最重要就是看所谓的心内电极的一个讯号，哦，这个是比较精准的部分。我们之前，在比较早期的时候，贴片会因为病人的身体的挪动，造成说有些误差。可是这个他们就是经过改良以后，它会等于说固定在病人的身上，不会因为病人的一些身体的就是那个移动造成一个误差。而且就是我们最后判断就是看他的心内电极的讯号，不是只是看他那个影像而已。目前无辐射透视不整脉的烧灼术，对着儿童、育龄的女性、甲有身的妇女，会用个完全避免游离辐射的影响。不过目前健保的给付只限18岁以下的患者使用 3D 立体的定位贴片，其他则是需要自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晴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20%，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九月九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